知道假期，那我们今天要来玩一个非常 Q 弹的肉鸽射击游戏，名字叫做故障星系。那这边呢有一些局外升级的东西，我们去看一下哦。有很多武器以及技能可以解锁，我这边呢有稍微解锁了一下武器哦。这边还有升级难度的地方，走。哇，很 Q 弹啊，它就是在这种空间里面各种穿梭。我们现在拿着的是这个回旋镖一样的哦，它有这种来，并且呢它每把武器都属于它的技能，按住 shift 的键就可以发射了哦。电磁轨道炮，这个来看一下哦，这个是一条线的，然后呢技能也是射出一条线哦。爆破枪哦，爆破枪就刚才那个来，这个双汪，这个感觉还挺不错的哦，可以。还有非常多的武器没有解锁，我这边刚开始玩的不是很久。我们去技能树这里看一下哦，它技能树挺有意思的，在哪边啊？在这边哦，这个还没有解锁，左上角这里吧。好，可以看到呢，这边是技能树哦，感觉很像那个电路板，有没有啊？我们要不断的解锁出去哦。不过你看不到下面要解锁的是什么东西了，我才解锁了一点点东西哦，像这个回血的可以回两个，其他倒是没有什么了，增加了一点伤害啊，可以刷新那些给我们的技能啊等等之类的。OK， 那我们走吧，进入游戏去看一下。好，离开避难所 ，Go Go， 到这边呢就可以进入战斗了。好，可以看到呢，我们每场战斗都是在这样一个远远的空间里面哦。然后呢你要进入下一个房间就要穿越过去哦。哎，这边有敌人了。另外呢我们右键是可以抓起这些小石头的，然后把它砸向敌人哦。当然我们也是可以主动攻击的，左键哦。就节奏还是很快的，而且呢很 Q 弹，就是这些啊，哎，我们出不去的哦，它会把我们弹回来的。然后我们扔这些小石头的这些东西啊也是可以往外面扔的哦。就是空间弹回来的时候呢，它是有一个加速度的，造成的伤害呢也就会更多。我觉得打不准，如果打台球比较好的，大家可以试一下哦，可以瞄准这个角度，可以专门玩这种抓抓流派的吧，相当于哦。好，这边是个传送点哦，节奏还是很快的，每一个大关呢大概也就个三五分钟这样子哦。如果你打得比较快的话，我最高才打到第三关了。我们等一下看看能不能看到最后的 boss 吧。走 ，shift， 这个 shift 呢可以一直按着，就是它技能，如果你攻击到敌人的话，它回复的还是比较快的。哎，这里可以打点技能的哦。我们就一直按着 shift， 然后一直左键攻击哦，然后空格是闪避。走，它一满呢就会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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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哦。我们这次来玩射击流派的吧，我刚才一直在玩那个抓抓流派，就是拿了很多这种抓抓的，可以抓很多大石头。伤害扔过去啊，另外呢就是敌人这种导弹啊你也是可以抓过来的。喂，这种冲击波我们要稍微躲一下啊。好，你看这个导弹我把它抓过来了，直接给它射过去啊。有点东西，来看一下有什么技能啊。这种类似于 SD 卡一样的它是有讲究的，像这种紫色的是增加我们投掷能力，就抓这种石头的伤害。哎，我怎么点了，可恶。没事没事，我是增加武器的伤害啊。那我们就玩主武器的好了，这次啊玩这种投掷的也挺好的啊。就是这种卡片啊，这种插槽啊，你是要升级技能的哦。这不是技能哦，等一下呢是会有技能的。好 ，shift 可以一直按着，这样子我们就不用注意那个了。走吧，那我们先把这边清理清理哦，先打点技能先。让我看看哦，这是技能了。进入新区域会发射几发导弹，快速杀死敌人就会获得碎片哦。碎片就是可以让我们在游戏里面购买一些技能干嘛的。从侧面攻击敌人会造成背刺。那我来先搞点钱吧，这边还有个这个叫什么协议了。提升投掷能力，你拿了吧，反正白给的哦。往上面过哦，这里过不去，就是你前期如果碰到这种地方是过不去的哦。你要打到第三个关卡的时候，它会解锁一个能力，有了这个加速度的能力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冲破这个障碍了。不然有一些关卡是过不去的。这个好像是个 boss 啊，来看看啊，好像不是 boss， 不是 boss， 来给他炸弹抓了，直接给他丢过去，再来一个，再见了。当然呢，要实体的才行哦，就是那种虚拟的，哎。像那种光波啊什么的，像这种东西我们就抓不过来了。好，这个子弹呢看起来分叉，但实际上它会追踪敌人。哦，这边有个大哥是吧？背刺他。哎呦，这个冲击波盖没躲掉。我现在还没有点出那个可以二段冲刺的，一段冲刺稍稍有点吃力哦。来，这些碎片拿一拿，这个是提升生命值的，也可以哦。再往前走，再往前走不会那个了吧？我们先去这边上这一圈都给它解锁掉先哦，有一些技能可以拿的哦，提升我们的移动速度，可以拿一个。闪避后第一次攻击造成 50% 获得二段闪避，附近的导弹都变成有方的导弹，这可以哦，我就不会被导弹打到了是吧？这是个技能哦，在上面这里的。好，这边都解锁完了，我们先去左边这里吧，右边那边好像是去下一个关卡了，走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，
哦，这边是直接通往下一个关卡了，那我们去这边吧。可以点地图直接传送到这里哦。走，这里面有啥吗？似乎没啥呀。哎，怎么走了？算了。另外，你所有区域都清理完的时候呢，去往下一关有一些奖励的哦，并且呢，你耗时比较短，我花了3分钟。如果你花2分半，还有一些奖励了。嗯，现在还不是很熟练哦，还可以买一些东西。定期对附近的敌人造成伤害，碰撞会发生一个冲击波。抓取物品的时候获得护盾，增强武器的威力吧。我们就来武器好了。另外这里呢有个 bug 权限哦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我们拿到这种有颜色的协议啊，它有对应的技能的，像这个需要绿色的，如果我们有绿色就可以给它升级，获得更强的能力哦。本来是100个碎片嘛，我们现在呢给它升级之后就变成250个了，后面倒是没有了，技能还是比较少啊。 OK， 走吧，那我们去下一张地图了。一共有我总共打过3张地图了，到后面我就不知道怎么样了。走，第二张地图呢是断爪，哎，它不一样的咯，不是每次都一样，是随机的。我上次前面2次走的第二张地图呢是那种带毒的哦，这是有很多机械的东西啊。走，我们来看看哦，直接给它砸了。哎，导弹拿了。这里面怪物呢场景颜色已经都不一样了，第三关结束的时候呢就会有 boss 了。这里的怪，哎呦，这个技能好大哦，范围哦，怪物开始变得难打起来了。砸它，直接射哦，先把大的处理掉。哎，还会冲刺的这些，哦，难搞难搞了。我这边伤害有加吗？怎么打过去才7点啊？有点低，可以抓取更大的。这边呢，加速当敌人出现时增加伤害，我们就点增加伤害的吧。不过增加伤害需要很多这种红色的协议去升级它哦。等一下，我们多拿一点。哎，这是啥？找到隐藏的 bug 了哦，藏着什么秘密？去看一下啊，激活一下。它就是有一些隐藏的房间的，我刚才好像碰了个墙壁进去啊，那边是没有通道的，我直接穿过来了。引力协议，这个呢是增加这种投掷的，这是什么玩意？哦，这些都是虚拟的，投掷物品对敌人产生冲击波。哦，只找到一个隐藏房间而已了，那也不错，这边还有很多地方没去过。那走吧，继续刷着。哎，这种东西啊，我不知道干嘛，哎，就这种东西，可能我们要其他能力才行哦，我碰到过好几次。不知道怎么才可以给它解锁了，它还差一面护盾啊。哎，小东西，小东西是可以抓过来的，反正比较小只的都是可以抓的。可能我们要打到更深的关卡，获得更多的能力才可以吧。那先不管它了。哎，这个关卡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打呀？哦，好像不用打，直接走就行了。它有些关卡是没有战斗的，但有一些障碍啊。来，臭小子，看看有没有精英怪哦，这一波冲刺一波。好，直接射掉。哦，结束了也没有哎，提升武器哦，就是这种红色的。我们等一下多拿一点这种红色的技能。好的，那这个关卡呢，好像也要结束了。哎呦，这臭小子还带两小弟，哎，这是个精英怪，好家伙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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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会传送哦，先把他小弟处理掉。好，再来一波。哎，走。我发觉把那个，就是打他旁边算背刺的那个点出来，还是挺好的。哎，臭小子冲过来了，差一点。可惜我刚才没有点啊，如果点出来的话，就是打他侧面也算背刺，伤害会高很多。这个协议拿了好几个，3个耶，咱们要不要考虑点一下那个技能呢？另外呢，每次去下一个关卡之前呢，打开地图先查看一下有没有没有捡的东西哦。这边有个回血的哦，不过我等一下进入下一个关卡，血应该也是回满的哦。那走吧，好 ，Go Go， 来，这边是一个传送点，要去商店了吧？前往深渊码头，哎，哦。这个全部清理，这个时间还是不够，5分钟，它应该是加起来的时间哦，所以我们在一个地方不要停留太久。这个现在是可以复活一次，新敌人出现变得无法被发现哦，我们会隐身是吧？那不错，造成双倍背刺伤害。哎，背刺很好拿，我就应该拿那个侧面增加背刺的，增加武器的威力。我们这次就玩主武器的，不过倒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升级的。敌人出现增加大量的伤害哦。好，投掷产生冲击波跟伤害，背刺哦倒是有，哇，背刺造成3倍伤害啊，背刺伤害很高哎，这玩意咱们就不升级了，巨大冲击波，因为我没有就是升级那种抓取的，现在只能抓小个的，不是很好。如果能抓大个石头就比较厉害一点了。升级最满好像你是可以把所有石头都给它抓过来的。深渊码头，让我看看深渊码头。哦，这里面的东西又不太一样了，它每一张地图呢都有所不同哦，里面的材质啊。包括这些敌人啊都不太一样。我刚才那个是背刺吗？造成12点伤害啊，好像不是吧？我等一下绕到他屁股后面打一下。
25欸，25欸，好家伙，伤害很高欸，这些都有带毒了，就得小心一点了，后面挺容易暴毙的，如果你中毒的话会持续掉血的哦。就是这个啊，实际上一波一波的节奏还是很快的。哎呀，被冲击波打到了，就你实际上不用看哦，把怪打完直接下一关，然后呢碰到这种地方直接往前走，非常 Q 弹。我们也是可以通往钱币上面的，它是会给我们弹回来的，似乎有什么结界在。 OK， 搞定了吗？这里面是个传送门哦，给它打开一下。石头你是不能带往下一关的，扔个小石头先打掉一个。哇，贝斯伤害巨高了，41-41啊，我等一下必须拿一个那个技能，侧面也能造成贝斯伤害的。这种是虫子哎，哦，不是那种飞船了，我们之前打的都是飞船哦。来看一下这个虫子的大哥是怎么样的哦。哦，这个也是飞船，它是生物科技啊，相当于是吧。哦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，推土机啊你啊。这种光波啊，哎呀，不能进来，赶紧回血，差点没了，哇、哦，差点暴毙了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先把这个打完先哦，回血需要一点时间的，把这臭小子给他打了，这个是大哥 ，OK 搞定了，哇，难搞哎，这个引力的看来我得来一个了，我三个投掷物会产生火球，嗯，冲击波，我先刷新一下吧，看看有什么，抓取物品的时候获得一个护盾哦，那也行哦，保命技能哦，我们反正有小的也是可以抓的，先回点血行哦。有点难搞了，接下来看一下啊，这里有个问号的地方，那往那边走走看吧。哎呦，差点进来就被那个了，哎，真的有个护盾哎，不过很短暂啊，但也行啦。哦，这里是个商店，增加生命值。那先来一个绿色的，这个就不要了。碰撞减少伤害，应该是减少碰撞伤害哦，可以。那行哦，继续往前走，这边还有个分叉，我们往右边走吧。好，再拿一个红色的协议。增加 8% 的伤害，这边差不多了吧。另外呢，像这种地方啊，每次快结束的时候都去看一下，因为有一些资源呢可能我们前期走太快就没有拿。来，哦，这里果然还是有点碎片的哦。那走吧，继续出发。嗯，这关怎么才一只啊，未知的能力，来看一下哦。哦，安全蜥蜴，你的抓取能力大大得到提升，裂缝还隐藏着一些敌人，我把他们吸引过来了，并且还关闭了你的武器，不用谢我。哎，臭小子，长按抓取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长按的时候啊，敌人靠近你的时候就会被抓过来，然后呢你可以把他们释放出去，就本来这种敌人是不能抓的，而且我们本来是要点一下把附近这个小个的抓过来，现在变得不一样了。哎，这个很好哎，我们等一下来玩这种流派好了，就能不能把那种抓取的体积变更大之类的看看吧，这个也挺好玩的新能力啊。哦，这种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我们上一个关卡是有这玩意的哦，可以进来哦，获得一个新的能力哦。来一个紫色的碎片，这里呢爆炸伤害减少，我不是有一个了吗？不管它了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里再来走，嘿嘿，哎，这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，他是帮我们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走走走，去下一个关卡了，差不多。哎，这个小只的都能给他抓过来，那我就无敌了，相当于啊，我是可以一直那个一直处于无敌状态，有那个互动啊。不过大只的可能需要升级吧，算了啊，没有小只，咱们还得自己攻击哦。背刺两枪 ，OK， 搞定了。走走走走走，前往巨兽了啊。巨兽就是 boss， 好的，先领一下奖励哦。我现在1600，这个还是不够啊。就是你第一关好像差一点，后面都会一直差。敌人互相撞会产生双倍伤害，哎，这个可以哦。额外获得 25% 的碎片，但受到伤害就会掉啊。新敌人的第一枪会产生冲击波，增加武器威力1300，我只能来两个。那这个来一个吧，双倍伤害来一个、哦。我刚才碰撞啊，把敌人丢过去，他刚好差一点点哦。来升级一下啊，倒没有什么好升级的。投掷物品产生巨大的冲击波，这个可以哦。我反正这个紫色的非常多，护盾获得一个稳定的护盾，然后呢，稳定的护盾还有冲击波，这也来一个。绿色的碰撞伤害减少 50%， 爆炸伤害，哦，这是爆炸伤害。敌人相撞获得3倍的伤害。好，这个如果带在身上，它是有增加属性的，如果都给它填装进去的话，似乎只是技能变厉害，那些属性反而没有掉了，不是很确定吧。来回点血行、哦、充能，走打 boss 去了。来巨兽血非常多，我可以抓人偶，走闪避闪避，这种冲击波要躲的、哦、它是会闪现的、哦、所以我们不要站在地图中间，
他等一下会直接飞过来的。我们这个枪的伤害呢也挺高的，他是四面八方哎，根本就没有背后哎。不要站这边哦，他等一下闪过来的。来抓走，好，闪到这边了是吧？哎，小导弹没抓到，小导弹。这种大哥如果可以抓过来的话，实际上伤害还挺高的。OK OK， 他四只手全没了，冲刺进去，走，就一点点血了。第一只 boss 实际上还比较简单了，他弹幕并没有那么的密集了，只是有时候会闪到我们身上而已。搞定搞定了，哇，好多哦，好多碎片，都拿都拿，走，增加武器伤害。来，行哦，还不错，挺轻松的。走走走，我这次看能不能见到第二个 boss 哦。我今天丸子见到第一个 boss， 后面都没有见到呢。军械师啊，来，哦，都是这种三角形的，就里面好像装着装备一样的。打掉有东西吗？打掉会爆炸而已。哎，这个贵生这种小东西，臭小子还回血呢，这个打不掉。哦，后面弹幕变密集起来了，这小怪的弹幕都变很多的。哎呦，什么东西啊？臭小子，哎呦，臭小子，他会发这种跟踪的，我还不能抓过来，这玩意儿必须给他打掉才行哦。这种东西本来其他的是可以抓的，这种抓不过来，有点讨厌哦。这种是可以抓的，来抓一个送给你，哇，伤害巨高了，后面变难起来了，所以这些协议呢也会比较多一点。依旧拿红色的吧，可以抓取更大的，来个更大的吧，这样子我就可以抓这种中等的了。哎，这样子就更好了，我试一下，一直抓抓看哦。我现在反正一直按着就行了，来，我就不使用主动攻击了，我现在可以抓这种中等的，而且呢我还可以反弹哦，一直长按就行了。哎，好像挺不错的，一下一个。哎，不过像这种臭小子还是得打一下，就有时候地图里面的这些资源啊会被你抓没掉的，它隔一段时间会刷新出来，真是一下一个。有吗？哎，这个打过去怎么没反应啊？这个可能不吃那个撞击伤害哦，导弹来一个。OK， 搞定了。有些可能撞击伤害会那个免疫会比较高一点哦。那我来一个引力协议吧，等一下把它升级成可以抓最大的。我们把这个抓取那个东西啊给它变成大型的。OK， 大型是最高了吗？还不是，可以抓巨型的，稀有的 bug。那就先这样哦，反正可以抓大石头就舒服很多了。如果可以抓这种巨型的就更好了。下面可能有点难了，破碎边境。来看看啊，哦，变红了。不过似乎也还好。哎呦，这什么蝴蝶吗你啊？一下没了。给你砸一下啊。哎，人呢？果然是你，哇，这扔过去好几段的伤害啊，他就数字跳出来好几个啊。来，小东西直接带走啊。现在大东西呢我们也是可以直接带走，不过大飞船，大飞船也可以抓，那打个屁啊。哦，这个不行了，刚才那个怎么给他抓过来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哦。应该是有一些飞船是可以抓的，可以看到下面有星球了，说明我们越来越靠近最终 boss 了吧，应该啊。哦，什么玩意啊，什么玩意啊，救命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回血回血回血，差点没了，快跑，他是不是全屏攻击的，怎么回事啊，赶紧回血，先给他处理掉先啊。 OK OK， 搞定哦。哦，他好像照射的那个范围就会打到我，哇，差点没了，好难啊，这个技能奇形怪状的，主要是有没有可以给我回点血啊，我后面完了，我就一点点血了，我现在有点慌了，我可能要嗝屁了。别啊哥，让我见到最后一个 boss 先啊。哎呀哎呀，哇，没躲过去啊，没事哦，等着，我现在就去重新打一遍哦，直接跳到最后 boss 的给大家看哦。不过呢，这边有些东西可以解锁的，稳定光束、曲线连发炮，这个好。过热枪，只要不过热就会连续发射，不要，我不喜欢过热，我喜欢这个。我还要200多哎，我可以都解锁了，它每一波出来才可以解锁武器呢。走，我们来试一下新武器哦，先来看一下过热枪，我就是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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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它速度会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哦，这不好。这个曲线连发炮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还不错。稳定量子光束呢？哎呦，这个有点东西啊，持续攻击啊。走，再去点一点这些提升能力的东西啊，武器伤害增加一下，再往下面走，这个是投掷伤害增加，投掷伤害增加，这个大的是什么？哦，也是伤害增加，它一条线的属性呢好像差不多，就是都是一种类型的了。好了，都加伤害了，走吧。好的，那打了好久哦，这边进入我们上一次更深入的地方了，而且我现在刷图速度很快耶，我发觉这把武器挺好用的，然后看一下有什么技能哦。
还是加点伤害吧。已经满了好像哦，那没办法了，这边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升级的。这些都已经升到最高级了，三段闪避，然后呢背刺三倍，并且在它旁边就可以。这个闪避之后造成三倍伤害实际上并不是很好用，还不如这个留着加伤害啊。算了，给它升级了。好，反正总之给它升满哦。杀敌可以获得更多的碎片，进入地图呢可以发射大量的导弹，这些其实都不重要了，增加伤害吧，这个来一个。好，走了。接下来呢要进入内部区域了，这边打完之后我起点之星，就是这边打完之后呢可能就要进入到最终 boss 了，已经是最终 boss 了。进去看看啊，是哪个啊？我怎么还没开始就打了呢？我们直接按住 shift 的，我们这个呢是发射一个导弹。这个游戏的难点主要在于其他武器的攻击距离太近了，躲子弹不是很好躲。你看这个发射一个导弹还会加速度，并且打几发之后呢它的技能就满了，它的技能是射出好几发导弹，然后会放烟花一样炸起来了。它已经进入防护罩的状态了，这个得打他屁股，得背刺。好，怎么还在防护罩里啊？我可能要把这些小怪都给它清完吗？哦，出来了出来了，最后一个小弟打完了。他刚才那个小弟躲在防护罩里面了，两个一起无敌哦。哇，这个伤害巨高了，没了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顶点能量球，解锁更高的 bug 级别哦，就是可以接受更高的难度了。相当于我们是通关了这边呢。实际上啊，就是后期第二个倒数第二个地图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死了，那你如果不死的话这些都还好。小行星区哦，回来了回来了。我以为还有呢，如果还有的话就是流程有点长了，不过现在还是浅先测试版哦，版本比较低，但是游戏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边过来是哦，是可以看到技能状态更改哦，我可以把这些技能给它关掉啊，就是在游戏里面不出现是吧？有些呢我已经找到过了，我可以不要它，就是这样子出现我们想要技能概率就会更高了。但是呢有很多技能还是未知力量，我们还没有碰到。行吧，整体游戏呢还是挺不错的，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哦。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先到这里吧。等一下先解锁一下武器哦，我600多呢，第四级，这里面武器很多哎。哦，这个是音波攻击，射出好几个音波，这个枪的音效听得挺好的，轻机枪，这个再普通不过了，不过它可以倒退的走。哦，萤火虫投掷器，这个好贵，要300啊。哦，这个好看是好看哦，不过看起来没什么威力了，就是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可以解锁更多的、更高的难度了。那行吧，那咱们今天视频呢就先到这里吧。这是阿谢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